这个建筑师盖了什么？他盖了他的工作小站，哎，然后我现在看不出来哪一个是正面啊，这哪？不然我怎么会飞？家里有那个吗？环境啊，泥没有吗？啊，没我有会啊，飞？装备？我没有穿啊。我不知道哎，啊？建筑工具站，嗯，哦，哎，团团有开台吗？哦，你这个人问团团有开台吗？连他生日都不知道哦，哦，然后团团生日几月几号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哦，到底哪一边是正面？我还是看不出来哪边是正面啦，啊。都摆错，红是。可以跟我讲你房子哪边是正面吗？洋红，洋红，牛，到底哪边是正面啊？啊，算了，我先给你材料好了。你要什么材料啊？取消建筑。LIFE No No Life 是那个不是 LIVE 吗？呀，哦，对啊，嗯，到底缺什么材料啊？去小屋看小屋吗？这边吗？讲求了。哦，这里有啊，哦，木头，金色，哦，怎么写奇怪的颜色？哦，所以我材料全部塞给他就好了。哦，好，简单，木头是吧？两组，有奇怪的颜色，这里给你银色，好了，嘿，那就是什么木板给你。云杉木，杉木吧，杉木好了。哎，欸，为什么有人做沙子？谁偷做沙子？我，这个，嗯，这里，这个吗？哦，这里，哦，杉木门，哦，啊。三木门两个，我们这一包应该没有那种很像平台上面种树会自己收割的吧？有收割机吧？不是，就是它会自己长大，自己收掉，自己长大自己收掉那种。你收割机加种植机就行啦，啊。那个，看一下哦，应该有吧。像一样的吗？我不知道你讲的是不是那个啦。哦，不是，它是一个很扁很扁的东西，你只要种作物在上面，它会长大，长大就自己不见，再重新长大。都不知道哎，欸，不知道。嗯，应该是没。今天是会瞎掉，真的。太少。嗯嗯嗯，这个应该往右边改一点，这应该往左边。你放置的方向是正面吗？我当时放的时候是这样，IF，所以它的门会在这边咯，它的门会在这边咯，嗯，是这样吗？ 我放的时候是这样放的啦，那它的门可能会在这里压缩分啊，这样建筑师的小屋在房子背后超多东西，这个塑料片，嗯，有，嗯，那边的水填一下，哪边的水啊？前面的、后面的，等一下再说了，先帮我准备材料了。嗯，这里安，对啊，弟弟家里变成 seven 了。嗯 ，seven 比较好看没？哦，你喜欢 seven 的哦？哎呀，哦。我不喜欢去另一家，那个每次进去都有地瓜味的那一家。你是不是有接？没有。哦，
我也希望有爹。你是不是有长期合作啊？我觉得你怎么了吗？哦，怎么了吗？没有，没事。发生什么事啊？他们听不懂。怎么听得懂什么啊？你我也不懂，我也听不懂。那你为什么笑得这么开心啊？我也不知道哎、欸，为什么会笑那么开心？应该说这几天我们几乎都没有出去挖矿探险，因为有了陨月之后，我们就很少去挖矿，也不会发现到神怪钻了。对啊，要矿，要挖矿做什么？哈？问有没有反物质点啊？哦，为什么要挖矿？我不用挖矿啊，为什么挖矿？所以对啊，我们就不会有。发现新的东西了，那我还是把机器关掉好了。大家去外面探索一下。不要啦，都有这么方便的东西，还要人就是，说自己惰性啊。搞，对地面点右键吗？等一下哦。对，我把它打掉里面的。哦，还在。哦，有这个建筑杖对地面点右键，这样吗？可是它出现这个东西耶，这是一开始的营地啊，这不是我。这个不是啊，啊，还是那个，是，我觉得是，就是吗？好，我看看，快冲别地址，就是他，相信我，哇，哦，环境机给回复三，有啊，我是给回复三啊，还是你是觉得宝石不用了？什么？过来，这样子，面对面，然后液体要吸到这台这边吗？哇，可以盖花园哦！哦，这都不是啊，都不是我要的、啊。算了，不理他。上面切换看看。我没看到其他的啊，这个吗？不是充能合金之类的东西，哎，不错，是柱子啊。东西入公园没有啊？没有。三个切换看看。那你在干嘛？别吓我。我在看他在干嘛。有人进来了。这样子我也可以防人呢、欸。只要有人进来就讲，哦，谁跑进来了？在干嘛？他在整地。我还在帮他准备物资。安安，玻璃片。橡木瓦砖瓦顶，橡木砖瓦顶。为什么会飞了啊？不知道欸、我不知道、啊。也好。橡木。这个吗？橡木砖瓦顶，要红砖加哦，好。红砖，那我需要很多的粘土。粘土还不简单，看我来量产。量产粘土。啊，不是这个，这个水元素，这样吗？不是，这样有了。好，这样呢应该可以后面洗。好，拿去烧。好，外挂。谁？谁？他有什么可能办法站着不动挖那么远的东西？抓到了哦！哇！啊，他不能洗。好，给他烧。建筑师好像在装忙，他一直在装忙啊。不能向上。啊，只能创一个哦。接下来要什么？哦，我不能打开哦。啊？你没有权限吗？不是，正厅打不开啊。应该是你没有权限吧？我应该可以加你权限吧？添加玩家 FIN SH 是吧？
ING。ING。这样子有加进去吗？没有加进去、欸。没关系。晚上了，不做事了。他们罢工了。FAN 哦，不是 FIN， FAN， FAN， SHING， 这样子哦，有了，加进来了，你应该可以开了吧？我帮你调权限，权限 friend friend， 那就可以吧？有，那我来你家看就好了，我干嘛去我家盖这个？烦了，盖亚，盖亚打啦、啊，我盖亚已经打了，虽然没有打很多只、啊。什么？啊？那是什么？什么？盖亚，盖亚打啦、啊，你们要打吗？好啊，好打吗？因为他有被打的血量上限，所以要打一段时间。哦，被打。要上剑，对啊，就是你，就算你伤害一万，你可能顶多只能打他二十滴。哦，就他有限制这个上限值，嘿，他所以不能秒杀他，一定要慢慢打。你们要打吗？你要打吗？我是都行、啊。打完了吗？没有啊，可以一直打两个啊，可以一直刷、啊。哎呀、啊，我还在开商店。啊啊，那去你家打。What the？ 把祭坛搬过去他家打。我们直接打盖亚二哦。好，直接给他打进阶的。来，一二一二一二，反正在等他嘛。哎呀，会有声明区块，预测是联盟者才能跟怪内的东西动。哦。我还想说跟音乐一起来玩这个东西，然后算了，跟音乐玩，我在这边来他家看就好。来，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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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哪里？哇，这里，我来了。好了，好了，我、啊、被射了。哇，他阻止你。哈，好，开打喽。哦，对，很大声。对了，没事了。哇，好，这个。在哪里？他去哪了？谁才是他？黑色的那一只，黑色的。他都是蝙蝠哎、欸。哦，他在。哎、欸，是不是有点痛啊？是蛮痛的啊。对啊，打不到他，我完全看不到他在哪里。在做什么？前几天没追到。我死了。你被打死了。嗯、哦，你是被打死了。啊，我忘记打食物，糟了，我也要死了。那我也来去玩一下，这么难哦。天哪！不可能！太小。我去的话，应该除非我装备没电，不然我是不会死。太小。不是冲过去马上蹲下就好了。哦、你进得来吗？我冲啊！等一下，我的食物，我看到我的食物了，我没有超级食物，但是我有吐司，我有吐司可以吃。我吃土司，我的尸体在哪里打、啊？在我家。你家好来了。在我家，哦，痛，要死了。阿基进来了，哦，痛。盖亚守护者。哎、欸，对啊，我应该把我家环境改那个环境拿过来的哈。哪里啊？那也不荒凉。啊？哎、欸，雨月家在左手边。地洞里面啊。没有地洞，没有地洞，外面，过桥之后左手边。哦，走开了。哦，我顾着吃肉吗？我觉得不可能呢、欸。哎呦，而且我那套装备没有很强哎、欸啊。哦，我那套装备只有、啊、看到是我自己啊。对啊，是这谁看到就是谁的谁的脸、啊。看到是黑黑的呢。哦，嘿咻，有了。黑的，你靠近看它就是你自己的样子啊！哇，有超痛哎、欸！天哪，你是被烧掉哎、欸！对啊，痛！
我没有超级肉，好痛啊！他是用凋零是不是？用雕的雕死的。对啊，对，用凋零。你地板有那个要躲。有什么？地板有粒子效果的那个要躲，不然你会一直中招。Yeah. 哦，我是被凋零死的。啊，痛痛！等一下。啊，僵尸走开了。嗯，僵尸走开了。果然应该是去我们有环境的那个家才对。哇，样子衣服直接少三分四分之一耶，好扯哦！我不打了，你们自己打。哦，你说地上这个，我看到了。对，地上那个要躲。哎咻，有了，我砍到一刀了。哦，这里都是，这里都是，好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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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退手，又一刀哦！他第二阶段了，我是不是出不去啦？他第二阶段了，他也招小怪了。修装时间，修装时间。什么意思？修装时间。哎呦，让我打一下嘛。再去一次好了。哦，痛痛痛痛痛痛！盖亚人越多打越痛，对啊。没错，老人越多打越痛啊，那我来帮忙了。他越多越强，那我来帮盖亚了。你要帮盖亚啦？好想你，下来了吗？躺下就好了，打了。好想你，一直格挡就好了。是真的真的好想你，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。哦，痛痛痛痛！我看到，不要！那怎么一直飞？我怎么下不去？感谢续订。等一下，他去哪了？他去哪了？那、哦、我下去啊！哎、欸，那暴动飞起来！等一下，没砍到，我下去啊！白色，我去外面。哎、欸，都被拉回来，我离不开这里。进战场就不能走、哦。哦，下来了，下来了，不知道刚刚把我一直往上飘，往上飘，飘不下来。在哪里？再砍一下。没关系啊，第一次玩，开心打。冲啊！去哪？在这里。哎、欸，又不见了。效果不是，效果我真的要解释一下，我的装备只有不灭而已，我没有强化什么东西。哦，对，之前那套装备还有防御啦。太小，他插一刀，插一刀。啊，我的装备嘞！哈哈，我刚到啊。哈夏，没砍到。阿甲死了，耶！这有什么？他会有一个骰子可以拿神器。哦，没有了哎、欸。盖亚之魂。怎么了？繁星尸体上面冒出一个那个僵尸往上飘。啊，我死了！耶、yeah, ，好恶心哦！命运骰子，命运骰子，这里拿一个。刚刚有讲可以用环境控制的加回血那些、嗯、来打。这里。哦，掉掉掉！好，我的。你在上面我怎么捡？哇！你怎么飞？你的尸体怎么会在上面啊？我死在上面啊！啊！啊！那这个先借你。行。耶！这什么、啊？什么戒指啊？飞起来。托尔戒。我给杀了。哦，在这里。那个衣服嘞？要看到了。自己吸回来。好扯哦！量子一，居然也可以达到剩一半。可以啊，你因为你一直受伤的关系吧？对啊。来来来，东西放这边，东西放这边。哎、欸，这里还有东西。那个什么皮肤 skin 的东西，要领回垃圾。哦、这里，这里。你家好多怪哦。嘣、哦！不是我。哦。这边塞这里，这边。好的，回家。迷你骰子抢走。那你就那就是你的、啊，我没办法拿。哦，是啊，他那个有绑定的。啊、哦，灵魂绑定之哦，这要冲他回。你可以闪啊，你可以拿到一个神器。拿到一个神器。嗯。等一下。天意。嘿。眼。你是拿到什么？洛基之戒。然后。想知道它是什么？我这里有说明书，我不知道我你们看得到吗？我的说明书，你还是回去。
你的是什么、啊？洛基之戒。洛基之戒，洛基的话，它好像是也是个建筑戒指吧？建筑戒指。嗯，好像是吧。哦，我有看到不凋玫瑰，不会凋零。嗯，黑莲花，要去洛基之戒。有人知道有观众知道这是什么吗？不是那个洛基啊，